什么每次啊，把车扒到那个 gap 上，应该是靠近那边嘛的。你 special 要靠近哦，你可以告诉我的。你很多站哦，都是老人家不方便嘛，上下车是吧？你的很多个站你都是这样架了的，我觉得你的 service 有问题耶。至少十个站哦，这样的嘞。你要靠近，你从古道啊，古道一路到这里哦，很多个站哦，都是你很破给人家上下车的嘞。你觉得这样是有问题吗？那个你这样破给人家上下车，从古道一路到这里哦，很多个站都是这样的。你是要为难我们的新加坡人啊，你是在为难我们新加坡人啊。我现在是要投诉你啊。你去查那个车牌没有啊？你不管人家老人家上下车怎样啊，停靠这样靠给人家上下车。你看人家前面的，你看都是霸道很靠近，让人家方便的嘛，是吧？